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伊彦，我是 UPenn 大三生。然后今天是大三的第一天，我今天有五堂课，因为我还没学好课。然后我等下去第一堂8:30的事情。早上7:30起来，然后8:30开始上课，一上到7点，然后刚刚跟学姐吃完晚餐，然后去买了一些蛋，然后今天是一个超级 long day， 等一下还要写一下功课，对，已经有功课了，然后耍一下废。我先要去我的第一堂1:45开始的 Big Data Analytics， 然后我接下来有第二堂 Marketing 的课，然后接着结束我刚刚早上耍废了一下下。对，外面的景，外面的景超好，然后对面就是我上课的地方 Engineering。走。去 bookstore 的路上，因为之前新生说明会的时候有给我们一个8折券，然后明天到期。Thank you.
我上完课，然后现在回来，坐在这边听，超好。教室不够，所以呢，他现在是 over Zoom。我刚刚上完课，然后现在去找朋友吃饭，现在7点，超饿。